身家估计超过60亿的周杰伦住在 6.6 亿顶级豪宅和平大院顶层楼中楼，向来重视隐私的他最近忙着在海外上工宣传新作，终于回到温暖的家，他心情显然特别开心，难得和粉丝分享，贴出豪宅客厅照，以白及米色为主色调，看来十分温馨，椭圆形的巨型沙发又显得格外气派，而窗户造型及卧榻具有设计感，又可欣赏高楼景观，再彰显他的品味。照片一出果然引起网友赞叹，超 chill， 黑人也留言说舒服。苹果新闻网报道。